张继科奥运冠军，最快大满贯，身上的光环数不胜数。大名鼎鼎的藏獒，为了国家荣誉打了多少封闭？曾经的辉煌，曾经的热血，曾经的肆意江湖，曾经的撕衣服、踢广告牌，不可磨灭。也不应该去诋毁运动员曾经的荣光，却是当下他是拼尽全力为国争光了。但光环之下退出那个光荣的舞台，引起的这满城风雨，张继科有辱斯文。我们不是吃瓜群众，更希望这只是谣传。但一桩桩一件件事实摆在眼前，张继科的人品已经在裸泳。明明可以名利双收，非要赌桌上见分晓。当然赌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，关键还把前女友的视频偿还赌资。闻所未闻，明年巴黎奥运会在即，这炸弹一个又一个，国足出了个李铁，反正国足已经烂根了，刮骨疗毒才好呢。篮球出了新疆团退，李梦桃色事件，瞠目结舌，这下战火又烧到乒乓球了。前有孔令辉，后有张继科，赌上了自己的美丽人生。希望别有大瓜了，该怎么就怎么办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